无忌，夫子都夸真哥见好了、近日念书专注多了。小真哥踢得真好。嘿，哎呦，来来来，踢过来。哎，侯爷，福建那边传来消息，他们说我们现在还……接好了啊，母亲，我有些公务要处理，快去忙吧。来，再来一个。太夫人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要不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哪里不舒服？需要找大夫吗？啊，不用，应该是昨晚没睡好，我回去歇一会儿就好你应该认识我，晋远侯。坐吧。怎么是侯爷过来了？少夫人呢？我问你答。是。严刚。对。你不必害怕，也不必拘谨，我呢也不会为难你。来，我们喝杯酒，安安神。身为徐家的姨娘，却帮助欧家做事，想必是欧立行给你许诺了些好处是吧？欧大人答应过我会帮我报仇，等到徐家覆灭之后会给我足够的银两让我远走他乡，帮我安家，并且会给我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。这个不难，我会安排你到福建去，然后呢也给你在欧家寻个远亲的身份。多谢侯爷。我只是有一事不明，欧立行是怎么死的？
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你不必害怕，我也不怀疑你。想必是欧立行的那些计划，他没告诉我，或者说他有些什么具体的环节出了纰漏。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。好，欧大人只是让我破坏徐令宜和夫人的关系。傅大人，刚才那人我认识，好像是欧家护卫严刚。果然是欧家。要不要禀报侯爷？不必，要是被靖远侯发现我们知道欧家和钱姨娘有关联，那就大操净舌了，静观其变吧。徐令宜从徐家追着夫人走了以后，后面的事儿我就都不知道了。再后来就听说欧大人死了。徐令宜之前接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的信，我跟上去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才知那信是王九宝所写。徐令宜看完信后便说有好消息了。蠢妇，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死有余辜。侯爷，秦姨娘，秦姨娘，有毒，坚持住，我带你去医馆。我不要，我不去医馆，带我去见侯爷，我要见侯爷。朝阳，去把大夫叫到徐家。是。石榴，在我们徐家侍奉多年，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忠心乖巧的姑娘，这怎么就成了欧家的内应呢？确实是我冷落了她，可她就如此恨我吗？竟不惜联合欧家暗害我。